大家好，我是萨，欢迎继续收看 Unpacking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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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好，这是等一下，这是几年啊？2010年，她跟她男朋友可能已经结婚了，然后搬到了一个大都会的高级公寓的感觉，他们的生活感觉也比较有品味跟情调了吧？还蛮有品味的啊。好，来看看，首先是客厅，这个骰子键还拿到这里来。哎，这个三人组也过来了呢。嗯，这个是电影嘛？电影 DVD。这是小吉他，尤克里里。嗯。哎，不是，为什么？哦，好多哦，他们很喜欢电影呢。这是360的片子，我可以确定。嗯，这是 GameCube 的，这是 GameCube 的片子。这 GameCube 还一起带到这里来了。OK， 哎，这可以摆这里呢，这有点怪怪的，不然摆这里好了。小箱，这个是书，啊，摆不下了。这可以，哦，这可以，这可以再立起来。OK，OK，OK、okay, okay, okay.。书都摆上去吧，哇！这种记事本，哇，这书好厚哦，哇，天哪，哇，摆不下了。这样子呢，感觉好像还可以的感觉。哦 ，GameCube 手把出现了。我拿错了，小鸡，小鸡摆这好了。GameCube 手把 ，GameCube 的片子 ，GameCube 的片子，哇，够摆哎，真麻烦。GameCube 的片子，小小鸡。GameCube 的片子 ，GameCube 的片子 ，GameCube。好，刚好可以摆这里。哎，怎么不能转呢？不能转就算了。这片子能不能，片子能不能立起来？哎，不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样又有点怪怪，还是这样吧。这是 Metroid 吧？这是银河战士吧？密特罗德，看有点像啊，我觉得有点像啊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啊，对，这里。三个小鸡，四个小鸡，还有蛋壳的帽子。吉他书啊，嗯，这个得想一个办法，这可以立起来吗？不行哎、欸，真麻烦，可以放在这里啦，可是这样怪怪的，不能挂着之类吗？一样摆床下，这可能比较常用到，可能可以摆这里。哇，看来这一关蛮长的哦，因为很多房间里面都有很多东西。我有点不懂，是她男朋友已经把东西搬进来了，她才搬进来，是这样吗？哦，都很多记事本呢，觉得这样好像怪怪的。
为什么不能让我从头开始摆啊？一定要跟她老公，一定要她老公先摆了我才能摆吗？Type 这些美术书是不是应该放在别的地方？吉他书可以放这里，美术书是不是应该要放到？还有没有其他的？有浴室，有，好像就这几个而已了。立不起来，树太大了。衣服，哦，他这衣柜好酷哦。他点阵图都弄得很用心呢。好，最后一本书，这书不能立起来，实在是有点讨厌。这个可以拿掉，不然这样。这是干什么用的？因为不太清楚这是干什么用的。这是某种游戏吗？我看，然后这三人组怎么只剩下一个人呢？突然觉得有点凄凉。OK， 客厅的都完成了。这边还可以摆嘛，真是的，应该可以这样。哎呀，差一本摆不进去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OK。这样子好像好一点，还是这个厚的要摆到这里来，这样子啊，这样子好像合理一点吧。OK， 这样好多了一点。360躺在这里，360可以躺着哦，我以前都是立着。好，先浴室这一箱好，它只有一箱。这个还在耶，他的那个化妆小包。他们的新房子有比较有瞎了一点的，可是收纳的地方好像又变少了齁，尤其是浴室的收纳好像变得更少了，至少是变成比较时尚一点了啦。杯子破了，不要再用了吧。衣服。哦，她男朋友和老公的衣服放在下层，她放在上层，这样还说 OK 啊？要哦，这该不会是套套吧？看起来有点像。哦，可以放这里耶，哪一个应该放外面？这样子呢？这样比较好吧？那么两罐一样的。哦，不太一样啊，也用途不一样是吧？这是
这是烫直烫头发的吧？把头发烫直的，这个又出现了。这个是不是还是放到？厨房的柜子也变小了，我发现。我瞎嘞归我瞎嘞，但是厨房整个变小了，东西没得摆。这幅画这样品味，这摆在这里是还不错了。中岛厨房这下面没有什么可以收的吗？哎，这个竟然可以放在桌上，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还是看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，先放。小垃圾桶，梳子，看这格已经没得放了吧？哦，这个梳子这么大，这个是漱口水吗？医疗包啊，医疗包可以这样吗？这样会不会判定不行 ？OK， 那得，哦，原来这边会卡到这个哦，这样会卡到，哦，好吧？这样子啊。这个都摆到里面去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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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OK。好。啊，厨房这里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小摆饰啊，那他们的餐桌，他们这样吃饭啊？这个饼干罐还在啊？量尺，量尺啊？他有在做糕点类的，是不是？这些都放到这里吧。开罐器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调味料之类的吗？那可以放在这里吧？还是要放在这里？就是应该是放在这里，因为料理会需要用到才对。这是什么？那我这样。电器类都往这边放，调味料都往这边靠。Sugar， 油啊！哇，上面都放满了嘛，油放到这里来。这包是咖啡豆是不是？调味料。他没有那个调味料架，调味料有调味料架就好了。这应该就是主角跟他老公吧？是不是？还是他们的爸妈？还是主角的爸妈之类？哦，还是这一个。然后他们，这是小婴儿吗？看起来有一点点像小婴儿。可是又不太像，那小婴儿为什么肤色不太一样？没有乱到长相去。哎，这其实我不是很喜欢上面贴这么的花的东西。那这样好了，这个金还在啊，太厉害了吧？这是笔电是不是？笔电。哎，这边还有一箱，我忘了。
这里面是什么啊？比萨斜塔。OK， 看来我说的那一箱是在这里。哎，不对了。啊！太多书了吧？可以放到这里来吗？这样算有放吗？好像不行哎。什么？这封面好酷！这边竟然还可以放东西，这样不太好啊。这边吧，不行啊，这边只能放一个，这样没有意义啊。到底要堆多高？这车还在呢。OK， 这个实在有点糟糕啊！这两个，不知道放到这里来了，东西太多了。哇，好大，好大，这怎么办？直接放到上面去，好大！欸，大同电锅，有点像。哇，不能放到上面去。看来这些调味料果然还是放这里好了，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啦。Espresso 一定不一定要在厨房那边弄吧，在这里弄也可以吧。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个东西我实在是不知道是什么。哪里？这啊，这是洗菜篮吗？菜篮没地方放了啦。以前上面都还可以放东西，现在直接顶到天花板放不了。OK， 绘图板，这个绘图板还在耶，可是已经没有地方放电脑了耶，所以他才会用这个嘛。糟糕啊，真糟糕啊，先放着。欸，这是更新型绘图板啊，那你旧的丢了吗？什么地方都不能放，连放在这个上面也不行，真是的。哇，先放着。菜刀放不进去，这可以放。可以放 ，OK。汤匙、锅铲，都已经换到这么大的房子，哎，竟然可以夹在这里面啊！哇，这样不太合理啊！我突然来了一个这个 ，OK。都已经换了一个这样的房子了，竟然还是没有。还是没有可以挂工具的地方。捕尸机啊，哑巴，没有地方可以摆了，东西太多了啊！这个可以摆这里吗 ？Nice， 那无尾熊的那个磁铁倒是蛮可爱的。这好丑啊，这真的好丑啊，至少也换一个漂亮一点好看一点的吧。
请问这是什么东西？OK OK OK。这个还是没有办法放哎、欸。这又是什么东西？乳清蛋白？应该不是吧？哼，只能先这样了。这样不知道他会不会给我过关。内裤，这是她老公吗？为什么这样子放，怪怪的。好了，这样不是好多了吗？领带常用，所以放在外面，我觉得 OK 啦。欸，这个排的还蛮有趣的、啊。好了，那这里是主角的。总算可以分开放了，位置比较多的哦。大人的内裤 ，GBA。等一下，这个卡带还在啊，可以不要了吧？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二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三 ，iPad。哎，这有点不一样，长得有点不一样。书，哇。哑铃，哇，内裤，这也是内裤，哦，这个应该吊起来，猪，这猪还是可以在床上。袜子，衣服，衣服，欸，为什么这要两件呢？扣子，衣服，裙子可以吊起来。哦，糟糕了，这么多裙子，哦，没地方摆了，只能乱弄，我乱这样，哇，这上面也不行摆了，鞋子，衣架。多一个衣架可以吗？不行啊，只是他多这个衣架干嘛？短裙可以吗？不行。哎，这个这样子。这样子，这个衣服啊，这样子 ，OK， 衣服啊，哇，已经没地方摆了哦，要叠在他先生上 的衣服上了，实在是很奇怪，啊，还有这个、啊，OK， 哦，大人的胸罩。OK， 书，放不进去。睡衣啊，这睡衣可以放在这里，只能这样了，太多东西了，睡裤。OK， 还有一件草莓袜子。GBA 跟这个一起放吧。
可以放这里耶。好，帽子，帽子没地方摆了呢。可以这样，这个奖牌啊，哇，没地方摆，这也都不能摆耶。完全没有办法摆，只能放下面了，好可怜啊！那奇奇怪怪的衣架就不要，欸，他换了一个包包，欸，不过他还，即使长大了以后，他还是喜欢紫色。高跟鞋，欸，不一样的鞋子，不行，等一下，这边还有他的裤，欸，这边还可以放哦，可以放在这下面，啊，这样子啊，哇！啊，少一双鞋啊，不，没少，这样子啦。拖鞋可以摆外面吗？不行啊。那有人鞋子摆在啊？他们外国人都是穿鞋子直接睡到床上之类的。鞋子可以摆这里啦。睡衣不能摆外面啦，不能摆床上了。毕竟是两个人睡了吧？都可以叠在她老公的衣服上。啊，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吧？这只猪倒是可以很安稳的在这个床上。啊，对，啊，这个是外面用的是吧？这样子，这个东西不能，这些东西不能摆在外面啊！果然啊，哇，太难摆了。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就不行，这样就可以。热水壶，果然不能摆到这里。哎，这可以摆到外面来，哎。但是这还是收不进去。这个东西竟然是可以摆到外面来的。这该不会是浴室用的吧？我不懂这是什么。不行啊，不行啊。哟，这样可以这样？为什么这样就可以？我不懂，这样就可以吗？为什么这锅子摆这里就可以？啊，这个不能摆这里啊！啊 ，GameCube 也不能摆这里啊！这不能摆这里啊！但又不能立起来或挂起来。立起来。奇怪，你一定要躺着吗？
哇，这个不好弄哎。这样子哎，这样子可以了吧？咦，那是。这个到底这样子呢？不行。OK， 最后这个这个超麻烦的，这个到底是，这该不会是放在墙那个，哎呦，这是被我拿下来，这该不会是放在那个冰箱上面的吧？哎，真的呀，原来真的是放在冰箱上面的。天哪，原来是这样OK 终于啊，东西也太多了吧，搬到了大都会之后收纳的空间变少了。不过两个人结婚了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好，没想到这个游戏还蛮时间小偷的嘛。好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集的 Unpacking，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下一集是几年呢？要搬去他家了，这是大事。欸，他们之前不是就已经同居了？好奇怪啊，好奇怪啊。2012，两年后，这又是哪里呢？那我们下一集再继续吧，大家拜拜。哦，熔岩灯，这个又回来了。该不会是他小时候的家？